地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积成灰。相遇的季节，微风拂过侧脸好贴切，人潮汹涌你看不见。现在但凡是我提出来的项目，他都反对。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无法被改变，那为什么不去尝试放开手脚，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？我想做的事，你忘了我们从南口村回来的时候，你说过要做一个公益基金。嗯哼，但是做公益基金可比投资项目来的不容易。比如说他们的法律规范，他们的运作模式，这对你来说很有可能都是个挑战。没错，我应该先联系大的公益基金的联系人，然后向他们取取经，讨论一下运营模式，然后再看看我应该怎么做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来开会吧。我来卓越，马上就要五个月了。在座的各位，都是我们在卓越并肩作战的伙伴，我们一起熬夜，一起加班，
一起为了每个项目拼尽全力。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有你的陪伴。我今天之所以会找大家来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。这个项目的难度可能会比我们以前遇到的每一个项目都还要艰难。重点是，如果我们成功了，我们很有可能什么都不会得到。但如果我们失败了，我们要面临到的是，这可能是我们在卓越最后一个项目。笑总，我刚才得到的消息，林展宏联系了其他几个大股东，准备卖掉卓越。卓越现在有很多的投资项目都属于上升期，尤其是红星电通，估值不可限量。林展宏之所以在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，那是因为他可以去大幅度的溢价，做到利益最大化。如果林展宏和其他大股东都同意，那么卓越将会被收购，甚至被分割。像红星电通这样的老厂将会被大幅度裁员，很多人会失业。所以我们要参与的新项目就是卓越保卫战吗？没错。只是这个项目的情况，我刚刚也跟大家说明，零收益，高风险，可能会让你们失去现在的工作，而且如果被林展宏发现的话，大家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在余庆的金融圈继续立足。所以你们要不要参与？那不管你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可以理解。这段时间费什么话呢？我永远在你的身后。还有我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角色，我也没什么好失去的，所以我必须热血一把，就算失败了，我凯哥养我，对不对？我砸锅卖铁的养你。就算我一个，我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里，现在这里就跟我的家里，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家的。我加入。方总监，我知道你的情况特殊，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参加也没有关系。我不知道你们说的热血是什么，但是我现在的人生已经紧紧地和卓越捆绑在一起，我儿子的人生需要我的收入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卖掉我和我儿子的人生。我加入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没有你，我现在一无所谢谢你。
从今天开始，守护卓越的项目组正式成立。谢谢你大家，元气满满。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加油吧！一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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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姐。哎，小敏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那个采访对象迟到了，所以说拖得久了一点。安雨姐，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请你帮我写一篇稿子，想给林展宏施加压力。我觉得有一个途径可以利用，舆论，就是先让媒体知道这个事情，把它传播出去。卓越现在是余庆的 top 1企业，如果是这样，林展宏的形象基本就保不住了。就算不预设立场，不偏不倚的报道，也是对我们有利的。你们有人跟媒体熟吗？我想到一个人，周敏，就是那个特有钱的大学生。对，他现在在一家新媒体的公司里面实习，我觉得可以让他先写一些稿子。安雨姐，你放心，我有信心写出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十万加。你感兴趣就好。这样，回头呢？我把卓越的资料给整理发到你的邮箱，也欢迎你到我们卓越采访我们的员工。好。虽然我和安宇的股份相加比不上林展宏的持股量，但是也相差不远。如果能够争取到其他股东的支持，或许这个情况就有可能翻转。可是据我所知，林展宏和他们的关系非常好，而且每年的分红也很到位。我过去跟卓越的几个元老有过一些交集。我只能说去试试看，看看能不能争取到他们。柯总，我好像在哪见过你，你是叫方？方丽。对，在我们投资部工作吧。柯总还记得我？你也来打球？是呀，柯总指教一下。荣幸，来来。我觉得也得给林展宏一些群众压力，卓越上千的员工，特别是中低层。要是知道这个消息，肯定都担心改弦更张，自己的位置能不能保得住。但是千万也不要搞得人心惶惶，我们是要保住卓越，尽可能要保证人才不流失。我会把握好尺度的。咱们一块儿吃吧，待了可多了，我也没啥胃口。好，我们来帮你。好。哎，进来啦，现在年底快到了，你们投资部特别忙吧？忙什么忙呀，闲得很呢。你们投资部还有闲的时候呢？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听说什么？听说什么？卓越要被卖掉了。啊？因为……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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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点声，这事儿还没对外公开，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其实我和你们的想法一致，谁也不想卓越有大的变动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坐以待毙肯定是没有用的，于是我找了个朋友做了个联名抗议的网页，你们看，咱们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签字。卓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，绝不可以让他们几个人就决定了。给你看，看这这个这个，你马上把链接发给我，我建一个微信群。好，我现在就发给你。
董事长，不过是个小记者，发了篇公众号，不用在乎他们的看法。文章不关你的事儿，但公司里的人呢？啊？现在那个联合抗议的网站，已经在上面有500多名卓越员工签名了，500名。这是不是你的责任？我觉得这件事儿的背后一定是有人指使的，不然您保密的如此周全的计划，怎么一夜之间就人尽皆知了？我当然知道有人指使，我也猜到那个人是谁了。其实，生杀大权掌握在您和董事会成员的手里，其实他们的抗议已经无关紧要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心里有数。我会想办法争取董事会的支持。明白。二哈，喂，还在加班吗？嗯。肚子饿不饿？不饿。那你有没有想我？没有。可是我想你了。你为什么不想我？因为我在口非心事啊。回家吧，要不要我送你？不要。OK， 那我在楼下等你。这不是你最喜欢的书店吗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我都没有告诉过你。我发现我很多爱好，你好像都知道。这种问题，你觉得还需要问吗？肖总，你好凶哦！你干嘛那么认真啊？啊，跟你说认真的啊，下周一就要和林展红对决了。虽然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，但是我现在还是有点没底。你忘记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？很多事情结果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过程里尽了最大的努力。没错。赵总，在书店那么文艺的地方，我钻到你大衣里边去抱抱，好像不太好吧？我的大衣口袋。去海南啊？林正不是说好了，等这一阵子忙完之后，参加完凯哥还有来来的婚礼，我们就去海南。可是依依怎么办？你仔细看看。三张连一的机票没买好了。我和依依现在的关系，我得努力去弥补一下。所以我查过了，海南那边有个生态公园。在书店这么文艺的地方，我要亲你一下，会不会不太好？
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决定卓越未来的发展方向，我感到深深的荣幸。感谢各位对卓越命运的关注和深厚的情感，谢谢。咱们今天呢，还跟往常一样，采取董事会举手表决的办法，但是仅限于有董事会席位的人。开始吧。等一下，在投票之前呢，卓越的员工代表还有合作方代表有些话想对大家说。卓越的命运就是我们在座所有人共同的命运，还有不在这里的更多员工的命运。我先表个态，我代表红星电通全体职工不同意这次收购，这是我们红星电通全体职工的联合声明。郭富义，我代表心灵伴侣所有成员不同意这次收购，这是我们的声明。我也一样。智能客车当初选择卓越就是因为彼此的信任，但没想到这么快卓越便要打破这信任，这是我们的抵制声明。这个是卓越员工签署的收购抗议联合声明，一共有612个人。我明白大家都对卓越有很深的感情，但是你们是不是都忘了是谁一手创立的卓越？是我，林展宏。是我看着他从小变大，从弱变强，一步步走到现在的。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你们对他有感情，难道我会没有吗？啊？我对他的感情比你们所有人都要深得多，他是我全部的心血。我就是觉得我年龄有点大了，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了，想急流勇退，不可以吗？卓越就该进入一个新的篇章，新的纪元了，不是吗？林董事长，卓越是可以进入新的篇章，您也可以激流勇退，但是往哪走跟谁走不是应该由现场的各位大家一起决定的吗？如果最后的决议如此，我提出辞职。你怎么也跟年轻人一样冲动？我从不冲动，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我也提出辞职。还有我。柯总，连你也。董事长，你老了。开始选择坟林结泽了，到老还没有，我也绝不会做反业之客。我想提醒一下各位，我们不久前刚签了竞业协议，那里面还有2年的限制期和高额的违约金。董事长，您再慎重地考虑一下大家的诉求。你们这是在威胁我吗？我是董事长。我现在宣布，董事会开始行使投票权。好，现在开始。慢点。
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嗯，要干嘛？也要造反吗？爸，卖掉卓越这么大个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我跟你商量？你什么时候对我的卓越感兴趣过？我对您的生意不感兴趣，可是我对卓越有感情啊。肯定就是尚莫离，是不是尚莫离怂恿你的？跟他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你就让人拿着当枪使啊？没出息！我是看了那篇公众号才知道的。爸爸，我不明白，卓越现在不是在走上坡路吗？所有项目进展都很顺利，这不是您一直在等待的最好时机吗？你懂什么呀？正因为卓越在走上坡路，所以才要这个时候出手，明白吗？而且现在国外经济普遍低迷，正是抄底的好时机。我跟你说，说了你也不懂，反正这件事不要再管了。我是不懂，但我知道卓越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。爸，你就要为了这么点利益背弃卓越吗？您挣的钱不够多吗？一点利益背弃？你经历过爸爸经历过的一切吗？嗯，做生意不是靠一点理想跟一腔热血就可以的。爸，气死我！没有想到林董那么的坚持。我爸他变了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我说什么他都会听。菲儿，你千万不要自责，你能来帮我们我们已经很感激了，但这件事情真的太大了，可能对于他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。可是小时候他经常跟我说的，他说他跟肖叔叔还有安叔叔一起建立卓越，他说人一定要有梦想的。我没有想到他最后选择亲手卖掉自己的梦想，难道梦想到最后只是一个数字吗？你们俩在想什么呀？我在想他怎么样说服你爸让他放弃卖掉卓越。估计是不太可能。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改变你爸的心意？想到一个地方，老爸，还生气呢？我哪敢生你的气啊？你突然就出现在董事会上打断我说话，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，我哪是什么董事长啊，我就是个女儿奴。哎呦，那有什么的呀，啊，软萌可爱的林老板，人家会更喜欢你的。软萌可爱？我走到今天是靠别人喜欢我的啊？道歉了吗？你只要别干涉我卖掉卓越，你说什么我都不生气，明白没有？哎呀，我来这儿不是跟你说这个的。什么事？我不是在画面孔系列吗？马上就要完成了，需要您的大力支持。说吧，需要我怎么支持你？我要画你。画我？嗯。哎呀，我开始都想好了，最后一张画你，您刚可答应了哈。你画我干什么呢？我有什么好画的？哎呦，求你了，哎呀，给我画了。好，我还有点时间，开始吧。这儿
不行，走，咱换个地儿。去哪儿画去？这不行啊！去哪儿画我说了算，就跟我走吧。走啊！画张画还得去哪儿画呀？哎，到再告诉我，快走。去哪儿啊？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不是你以前住的地方吗？我都没来过，过来看看。走吧。走呀。走嘛。走啊。吃饱了才能跟你们喝，要不然喝不过你们。来来来，你爱吃的白菜好了。哎，给我们家白菜，肉你自己能吃是不是？怎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没吃肉啊？我这时候肉一上哪是肉不见了？我还以为传条，满屏都让拿你都让我吃，我给你拿酒。没事儿，这次亏了就当我试水。做事情哪能一次就能成功的？就是，一次失败不算什么。我们的理念一定可以实现。我们要开一家员工超过500人的金融公司，把我们所有想做的项目全都放下。只要你们两位需要，我会一直奉陪到底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我们三个是三角，少了谁都不行。
有惊喜的你，风吹过你的长裙，你想挥出来的诗句，让我沉醉的聆听，静静的聆听清风哼。许久以后。